一去就話車難咗。冇錯，咁我相信咧，好多朋友都一定對呢一個名稱一啲都唔陌生，同埋佢近幾年咧，佢嗰個擴建嗰個工程咧，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噶。嗱，咁我由咧亦都除咗恭喜曬就係孟常會之外，都請孟常會嘅主席歐陽建昌先生咧，同我哋講幾句説話。